来，那个我们现在呢已经到达这个的话是大概是 1.2， 你看一下那个角度是 1.2， 然后现在11分钟，它会累，这是累积，也就是说它到达这个温度之后的累积的时间才会算15分钟才算数。好，那它温度可以调高调低，但这个东西很小心，那个一个盖子对不对，就怕误触。好，那个到达15分钟之后呢，它等一下会，现在12分钟，我迟到，我会迟到，好了，就没关系了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呢，那个。